YouTuber 之前人成员木星近期发行新单曲过敏儿，日前为宣传活动以变装皇后的造型现身西门町，不料却遇到路人的异样眼光，甚至恶意将未熄灭的烟蒂往木星的大腿丢去，造成他腿部烫伤。木星无奈表示，现在这社会讲求平等，不管是哪一族群的任何人，我们都应该尊重，而不是用你自己定义的价值观定义别人。你可以不喜欢，但也请尊重。活动中间虽发生小插曲，但木星仍坚持将宣传走完，也让粉丝们感到相当暖心又心疼。对此，木星也表示，伤势无大碍，请大家放心。